好舍不得你。不过也没太舍，因为你回去要干自己的大事业了，所以为了你的梦想要勇敢一点。就是因为一开始来说来新加坡的时候，我们是最差，我们俩是最差的，但我并没有觉得是最差，因为这两年其实也成长了许多。我们一开始经历了很多，学会了忍耐，学会了包容，学会了看清世事的一些问题。所以从一开始你每天都想家，然后每天都想工作，然后到后来你后来两年都没有回家，所以我觉得这两年给你磨练了不少，所以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。所以我想这一切都，你都把这些都当成美好的回忆，然后无论是你走到哪里，回到秀园在鞍山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记住我，你永远都是好朋友 Via Family。 还有就是其实你要自己创业的话，一个人要面对很多问题，所以我想你继续应该坚强一些，勇敢一些，更勇敢一些，就是我们都爱你，么么哒。Hello， 丹丹，你还记得这里吗？这里是我们四个人第一次住的地方。然后还记得，从最开始我们答应要住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还有很多的犹豫。我担心我们的友谊会因为住在一起产生一些小的问题，会发生破裂。然后也在这期间也确实发生了很多很多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大家毕竟都住过去了，现在你要回国了，其实也算是一个解脱吧，我觉得。因为在这边毕竟有些人适合，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适合，有些人不喜欢，也许这里并不适合你，但是还是希望，没关系，希望你在回去的时候，希望你的事业越来越好，然后也希望你能记得我们从前的友谊，因为我们大家真的很爱你，非常的爱你。我们之所以选这个地方，是想让你记住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刻的回忆。然后在这里说，丹丹，我爱你，希望你的事业越来越好，你的爱情事业越来越好，爱你。嗨，丹丹，我是你比较熟悉的方老师。跟你共事了两年，真的很欣慰。我们在工作上，彼此帮助，就好像是彼此的左膀右臂。这期间我们有开心的事情，当然也有一些矛盾啊和误会等等。但是我觉得庆幸的是，那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。所以这两年来工作上有你，我真的很满足很欣慰。记得有一天中午我跟你讲过，不知道你走了会派一个什么样的新老师来配合我工作，但是我觉得都不如我们两个的黄金搭档组合他们的默契呀，就是彼此会每个人眼里都有我，配合得很好。记得我中一文的时候，你组织大家去看我那次，真的是有感动到我，因为在我最脆弱无助的时候，在新加坡这个异国他乡有你，所以我真的很满足，也没有想到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误会可能还没有解开，很开心遇见你。希望你在以后的生活和道路上可以越走越好，相信你又会活出你自己的精彩。我们相信大老丹可以的，永远爱你的方老师，么么哒。撞的声有点响，丹丹，同学两年，同事两年，我们一起生活了算是四年吧。然后可能不能说我是最了解你的人，但一定是你难过的时候会想到我，然后受委屈会想到我的人。然后即将要离开新加坡，然
然后我觉得可能你刚开始来的时候有抱怨，你跟我说你不喜欢这个地方，可是这两年我觉得给你留下的回忆也很多，无论是我们还是孩子还是领导给你留下回忆都非常的多，我觉得这是你人生中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。等到你回中国之后，你也有自己的理想，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可以跟我们说，如果可以帮助你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，可能你回去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以你的性格一定会很焦躁而且会很抱怨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觉得这些都会慢慢慢慢慢慢的克服。那对于爱情方面呢，我给你的忠告就是，如果爱大的爱，如果不爱赶紧放了人家，我求求你了啊，毕竟张佩敏也是个好男人。然后呢丹丹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，有点词穷，那个其他话我们慢慢说。好了，再见，拜拜。荒唐我不服你，大学就算是世界唯一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，大学也啊，准备啊！一。